大家一起来，防疫大家一起来。昨天开始做到二次实验室，这边是一次。那进到各个专柜之后呢，我们还会在二次实验室，但是在餐厅的部分是强制二次实验室。对，我们希望可以做到滴水不漏。目前大概人流是有减少的，难免会减少，大概减少2到3成左右，已经比我们预想的好很多了。基本上一些干粮、泡面都还是有的，都还是有的。然后它有一些限购的措施啦。所以有效的控制，然后大家也比较没有那么慌张，所以昨天看到的秩序跟今天看到的秩序都是非常良好的。